新台湾星光大道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最新的晚报出炉，有一个消息是现在针对所谓的牛舌哦，到底要不要进口这个定义呢？今天这吴敦义哦，他除了在刚刚接受访问谈到这些内容之外呢，现在对于所谓的牛舌到底是不是认定所谓是内脏，今天呢这个晚报也就讲说了，牛舌到底是不是内脏哦？现在吴敦义希望要卫生署再重新定义啦。他说这个政策是没有反复的。如果说在这个专家定义之后的话呢，如果说卫生署重新邀请学者专家重新定义牛舌是否属于内脏，这样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解套的方式啊？就不用再吵了，这还是小手段啊。不过我们回过来想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说因为牛舌当然在市场上的量不是很大，可是原本合法的是谁？其实原本基本上是合法申请进口，不然你用政治力把它劝退了。定义哈，你要看是生物学的定义、消费者的定义、还有老美的定义、司徒文的定义、不要了，谁的定义？未来美国人就会跟你定义不一样。美国人定义好，蛇是不是内脏？去问美国牛就好了。他的宣誓应该是说，去美国都牛舌是不是内脏都要免疫的？没个干我的钱，你卖这套啊，对吧？舌头不是你。